炸弹鼠这个对，放炸弹的位置自己要掌握一下，放不好对就就会死掉啊！他妈，拍死！准备冲哦，准备可以冲了，等我一下啊、欸！我没有露出哎，好悲啊！你那个不知道，我被炸弹蒸发，你后面有看到一排。靠背啊！吓死！看炸弹鼠惨哦！看，被他妈来都是大举冲都知道了。看那红色蜻蜓飞在蓝色天空，游戏在风中不断追逐他的梦。影片中各种死因，您给几分呢？您有其他更特别的死因吗？如果有的话，也欢迎大家分享给百姓哦。觉得我的频道不错的话，记得要订阅及帮我按赞哦。如果觉得喜欢的话，要记得帮我点喜欢哦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